家好，我叫志伟哥哥，然后你有点想笑，就是因为我和那个喇叭都是这个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这样，然后我们会轮流主持，通常遇到那种没有报名的情形，我们就都会上台唱歌。然后因为这个空间有点特别，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比较害羞的时候，就不敢看大家嘛，就一直看着那个门外这样，然后就会有人在那边走过来又走过去，就是闹一下舞台上。不要闹我，等一下，我真的会很难受。小姐，董小姐，你从没忘记你的微笑，就算你和我一样渴望着衰老。董小姐，你嘴角向下的时候很美，就像安河桥下清澈的水。董小姐，我也是个复杂的动物，嘴上一句带过，心里却一直重复。董小姐，鼓楼的夜晚，时光匆匆，陌生的人，请给我一支兰州。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，董小姐，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。董小姐，
董小姐，早起来吧，董小姐。报名，不然我们会那个会一直想办法。没事。还有慢一点的歌。眼睛。不要。鼻子。唱首我觉得很特别的歌。把奈的歌，把奈的歌很特别啊，因为我觉得很难唱。大家认识把奈吗？哎，把奈其实蛮红的嘞，在台东，在台湾也都那个，可能就是圈子啦，在某一些圈子把奈很红，应该有人认识啦，大家可能都比较害羞一点。他写很多歌，他的歌都那个情感之浓烈哦，很像就有时候就是第一次听，然后或者是你看到他在表演，其实基本上我一开始觉得没有很吸引我，可是后来突然越听越好听，然后就会很难忘掉了他的一些音乐这样。还蛮多很，觉得很特别的人，唱这首就叫不要不要讨好。我不想唱歌这件事变得这样委屈了、我不能用音乐来，为什么 money money， 为什么有美丽，为什么不能追求梦中的天地，为什么到这年纪还这样骗自己啊？想唱歌。